个怎么卖了呀？螺毛绢才6块钱。啊，这个呢？那我8块钱。你可以把我夹在这个吗？螺毛绢在里边。哎，好，这个是什么饼啊？那是鸡蛋黄饼。好，嗯，这个。你下来个7块钱啊？好。啊，慢点。7块我都不想加。啊？长的烟，我的7块我都不想加。你没法掏弄的，弄过来还要长的烟。麻烦是吧？对的。但是你一说，要是人忙了，我都不给你加。对，你这句话可白。我这如果闲着，你要忙了，我不给你加，我不给你加。我弄来了。没事，我用颜色，我看到你这屋忙，我才过来的。地摊儿都是的，我那里称。哦，这个多少钱呢？7块。好，螺毛绢菜，我让那个姨加了点那个炒凉粉儿。那个姨讲话，忙了我都不给你加，拽一串再加个炒凉粉儿。这个菜，这螺毛这个菜，阿姨不知道给我放调料了没有，我忘了。这个凉粉还可以，下次如果再买的话，我可能就专门买这个炒凉粉儿，不会买这个菜了。这个菜，阿姨给我放料了没有？